哎，有一对杆杆啊，看我怎么教育他们的啊，让他们知道主播自玩酱的厉害，对不？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，对不？花儿为啥这样红？你们知不知道，小伙们？直接扎到敌人内部，小伙雷火！哎呦我操！我这是一路火花带闪电呢。完了，还走不了了。完了，炉子全来了。完了。哎，兄弟们，有话好说呀，兄弟们，有话好说呗，聊聊咱他讲和。你出来，别杀我哥，我错了，我把枪丢了还不行啊？你丢了，你出来，我们四个，你别想。你告你队友一声，告你队友一声，我把枪都丢了，我出去行不？别杀我。啊，行，不要打他，别打他，等他出来。你让队友说一声，说好。别打他，兄弟，别打，都别打。出来，别打，杀了，别打啊！出来。那就一个人，我没有枪，你们上来吧，我搁这蹲着呢，我搁楼上蹲着呢，你们直接上楼吧，我没枪，我搁阳台这蹲着呢，枪都撇门口。你把枪丢了，把装备丢给我们，你丢了，丢完了，你上来捡吧，你们一起上来，看着我们。你不下来，我们就上来了嘞。我下去，我下来了，看着我们，我没有枪，我蹲下。对，我蹲着。枪呢？枪都撇楼上了。走吧。枪都撇楼上了。是啥枪？啊，枪撇楼上，你们别杀我啊！别杀我，枪撇楼上了。你走啊！啊，我走了啊。你他妈，你这枪真他妈垃圾！谢谢几位大哥啊！看见叫大哥。啊，谢谢哥，让我开车走行不？啊，红哥，你开车啊？那你车吧啊！我白哥和红哥，那我走了啊！哎，你说气人吗？哎，就这么活了，这就叫绝地求生啊！啊，兄弟们。